临近春节，善继带领大家进行了一系列传统习俗体验，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年长者受益，在感受新活动的同时，感受到善继和社会对他们的关爱。慈善事业，大爱同理，光明同行，共襄善举。善继慈善中心，善继的家，大家的家，和谐的家，欢迎回家。欢迎新加坡慈善机构共同商讨慈善事业，让新加坡成为善良之都。前人种树，后人纳粮，善善落水，厚德载物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善继的义工朋友也装扮上中华传统服饰，为大家送上一份新春祝福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慈善并不困难，对于年长者们而言更是这样。一份简单的手工作品，几个小时的陪伴与关爱，就能让他们开心一整天。本次活动中，每位年长者都亲笔写下一个福字，并带回家中，将这份福气与好运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。年长者们十分感恩善继，带领他们体验中华传统文化，感谢善继对他们的关怀。大家好，中国春节快到了，然后我在这里呢，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服饰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福到善继，欢迎回家，新年快乐。